如果让他感受不到爱这件事情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处罚。没想到我是这么狠毒的女人。Hello， 各位 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Ella。Hello， 我是瘦子。我要讲处罚，我们这边全部人都要。我是说真的，就是好，重来。我觉得这样子，我们来课税，课一个就是很高的税，比如说像是石油公司那种世界大财团那种，拿点钱来做保育，对，做环保，你们又花不了那么多钱，对。还是说，就是处罚这些的人永远不得不到爱。有时候啊，没有对地球好的人，不见得有钱。你罚他没有用，他只能摆烂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让他感受不到爱这件事情，他会非常痛苦。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处罚。没想到我是这么狠毒的女人。我会让他休假。我可能没办法休假，因为他可能要去他去看医生之类，我还是要载他过去，而且要开快一点。对，我是医生陈新慧。哦，我是王乐，我在里面就是一个死小孩，遇见的就是那个慧慧以后，我找到一个全新的目标，就是开救护车。整部电影是真的有点快，因为片长不长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很丰富。宿命到就是一个爽片，爽就是很爽，满满的受赏心悦目。我先画了一个圆，一个地球。对，好，宣传一下电影，所以我这边画一台救护车。哎，你会当艺人的你，补一下地球的那个地板，地球的板块啊，我来画，该我了。哦，有个渐层的感觉，有渐层感啊。然后我再画一下蓝色的海洋，你要画海洋？对啊，把它画漂亮。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种留白，不想，那种强迫症的，有一点点。这个图最后是会怎样吗？会出成一个全开的海报，对，然后进去你家这样。那我可以重新再来一次。OK， 好。等一下，我还是有一点没有办法接受。你帮我把这个车窗也涂黑好不好？因为你的车窗都弄很黑，是不是？对。好。轮胎。轮胎也要涂黑，好。完成。完成。要车门吗？可以。他们也想说 ，A 啊，真的是有病，我就是有病没有。好喂、欸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要再画一个东西，一个爱心，带着地球奔向爱。OK， 好了，画完了。我还可以再画，要吗？哎，有人跟我这样子比了。最能治愈人心的就是爱，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地球奔向爱。宿命道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类型，赛车型的电影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一次的机会，走进戏院，好好的欣赏这部赛车爱情电影。你再给我混一点，你讲的太完整了，我没办法补充了。好，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演的电影，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来支持一下，一起来看一下我第一部电影。拜拜。你看嘛，你还是说得出来的。